声优鲍勃。大家好，我是莎莉。现在我们在提摩雷站，我们要带大家去大雾溪村，走吧。走喽。我们现在出站，然后坐电梯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先要往港口那边走过去。我们现在来到 Hinoneko 船 Terminal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带大家去搭这艘船。哦，期待哦。就它的船票啊，你就上网去预约，然后就可以预约完之后来这边，来去那个窗口跟他说，他就会给你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搭的是7000元的 course， 就是有韩餐跟演出的。哇，我们的船来了，超大的啦！哇，外形真的超复古的。听说它就是以前日本早期他们使用的战船，然后它以它为原型做成的。那我们大家快一起上船吧！哇，船真的超大的，离它越近会觉得它是下的日本安宅丸，它名字叫安宅丸。就这样上去哦，带大家上去吧，走啊！冲超快，你听！哇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等一下可以用这个去换饮料。我的美酒来了，马上先喝一口啦。哎哎，餐啊，他们就会这样像这样端出来放在桌上。那我带大家去二楼看看。好，走吧。啊，金碧辉煌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房子超漂亮的，这些都是很有日式的风味。哇，船在动哎！想看夜景可以吗？可以。前面那是什么桥啊 ？Rainbow Bridge， 彩虹桥。等待什么东西呢？就等一下会有秀，然后这个秀平常是不能拍照摄影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事先跟他们讲，所以什么可以就拍给大家看。哇，后面可以看到那个晴空塔啊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。对啊，我们船靠岸靠岸的，其实大家如果去船头可以看得到船靠岸的那一瞬间，而且船头靠岸的时候刚好又可以看到东京铁塔。哎呦，哇，帅啊！哦，到了。